哇，那真的蛮哭的，有吗？这不是有什么好哭的吗？而且重点是我还没有百万第一个月，然后我刷到，因为你还没有拿到百万就刷到，那真的还蛮哭，很哭很哭，还是奖牌被刮到，然后奖牌送来的时候只有一半，啊，可以用这个，什么？不是，发现新大陆了，有什么新的建材啊？某位 YouTuber 有拍过这部影片，我可不可以直接做出那位 YouTuber 的感觉？你会被告？用这个？不会不会，那个 YouTuber 争议性很高。噔噔，嗯，哇，不对，改错了，好丑。装饰。没关系，有一个感觉出来就可以了。嗯，有感觉出来都行。像，哦，很像，很像。知道。大家对我有信心。我要搜寻 Google 一下。YouTuber 吗？Google YouTuber。好了，好，可以。好吧。嗯，盖时薪啊，我应该偷工减料啊。你盖的太好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符合巧克力一贯的原则。不是啊，我盖这么好，这样子你等一下猜不好，对，我会很气愤。下一棒猜不好，我会很气愤。哎呦，你下一棒又不是我。压力好你下一棒，结果盖很久，然后猜错，这样崩溃。Google 一下，忘记那个长怎样了。噔噔噔噔。有没有？这有 feel 了。嗯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嗯，好，棒棒。嗯，这样好像吗？有啦，嗯，那后退一点，耶、yeah, ，有啊，有，在这里，明确哦，这里，一二三，可以啊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嘿，耶、yeah, 欸，完成，不见了。什么东西？啊，那个图画，我贴上去的图画不见了。耶、yeah, ，我觉得很像，这么厉害。各位，你们觉得相似度有几趴？笑死了！哦，又回来了。然后跟这个相似，好恐怖哦，等一下我应该要截。哎，有时候可能就是暂时消失一下。哎，1.4还不太稳定。哦，这可以，不是，好，零就很像，这样其实就已经看出来，八七八盖好了，哎、欸，刚刚最慢的两个现在已经盖好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哎呦呦，对呀、啊，超骄傲，盖好就，你看你在干嘛？超嚣张，超嚣张的，真的。
就那种你平常明明就考59 明就考不及格，突然有一天考90，然后另外同学平常都赢你，你就会说废物之类的。没有，老师只会说你作弊，对不对？直接说你是作弊，你是作弊啊，你是作弊。哎，我偷看隔壁同学答案，这样算作弊吗？霸气哈，好、哦，这样，哦，这样好痛哦！我明明觉得超像的，哦、我觉得我做的很好，哎，这做的超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样很 OK。嗯，这个子啊，这东西掀起来。有没有感受到这个痛处？不要，我们全部都是建筑师八步。你们行不行？绝对没问题。八步八步，这个梗好老。八步八步，真的是梗好老，真的蛮好的。对啊，我觉得里面这样子比较有 feel。Wow. 要做大，要做就要做大的，要做大的，要干大的，没错，要干大事。这好可爱啊、哦！人家很 rich 啊，好可爱、啊，有钱就这样做了。演员上啊，按下去。我是我。没有，还没有，你好了，我们才敢嘴秋风啊！对啊，哇，真难要！你们干嘛这样？我要按下去，我要按下去，要先按的是不是？对，不盖了。蓝色不，哎呀，好快。狗吃草了一片，但是我按闹多久？要、你按之前也说一下。哇，不知不觉就按下去了，差点撞题。原来是这个撞题，原来是这个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啊？这新闻才看到。这好痛哦，这真的痛。这个真的很痛。有没有？通常是脚，我觉得脚趾更痛。这什么东西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了，好不好，小哥？啊，我知道这个是那个、啊，可是这是胸部吗？班好，算了，可以用水蒸水，我可以。蒸水吗？追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处理一下我的聊天室。你的桌子是那个？我看一下哦。我想说这什么东西？应该是那个吧。为什么会有？我刚才在想新闻才看到的事情啊。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我刚才在想是不是刮起，超痛。已经，应该不是，应该不是。看医生了吧？哇！我觉得我想太多了。凹下去，应该是这个，应该是这个。感觉他已经直接插进去了，有没有？插进去了，这个蛮痛的。我没被用过，可是用下去应该真的很痛。杰克，可以追你喽。所以有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是。哎、哇塞，球包子就只是不同的部位而已啊，他就这样盖没吼，题目就这样出没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个刚刚球所说的，哇操，已经会死人了，操，哦，笑死了，这个是。好多是这个部位弄到东西啊！你们就只会用那里去用那个而已呗。你们干嘛一直弄那里？我突然知道秋风说这个已经死了是怎样？这真的会死人，这个会死人。弄来弄去就弄那里弄那里而已。对啊，哪里弄哪里。难怪会痛。受不了了。难怪会痛，一直弄不会痛的都痛了。阿内姆，你们在工商会，我觉得真的不行。真的啊，那里很痛啊。都不知道是哪里了。那里是这里，所以是那里吗？我想一下，应该可以。
嗯。哇，然后刚观众出的两个题目，还好我没出。都撞题，都撞题，都撞到，吓死！哇，观众的话不能信啊！真的，真的，危险啊！危险，要出事的，好宽啊！他被怎么那么宽啊？对啊，这个会直接丧命吧，当场身亡都不奇怪，这已经不是会痛了。看这个，这个题目谁出的？我要叫他拍出这个影片就可以了，简单，我叫浅显易懂。我一定要叫那个人拍这部影片，一定爆红吗？这没有，这个会变遗作，遗作，对，一定。一定会被移住。哎，我觉得我题目会歪掉。我不要用这个好了，直接这样。那想大家题目都迟早会歪的。因为盖到现在都是形容词。你问杰克啊。谢谢谢谢谢。是的，是的。今天都盖的好粗哦，女人应该会很喜欢。好、哦。好、哦。你怎么知道她喜欢？魔女的棒棒。之前呢？你忘了吗？魔女洗扫把？哪有啊？乱讲！少啰嗦，请看 VCR。我的就是方的，怎样？哇！对啊，这个真的下去就上帝了。看一下啊，远看看像不像？哦，反正可以不用对到直接看，蛮像。那就长画画。嗯。应该算蛮像的吧。哎，我可以按按你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没有，我还没盖完，不过很简单。这个东西老实讲，我不太知道对了，它长什么样子哎、欸，这样才不会被嘴啊。被嘴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嘴不是太聪明了，我嘴不会。会痛。大家玩那个什么那你应该要出压力太大。玩 building 更被嘴，有没有？对啊。大家玩 building game 原来压力都这么大、啊，不会啦，嗯，他们对我最好了。要嘴之前会先提醒一下，叫我赶快按。要嘴你喽，要嘴喽，差不多喽，快按喽。可以啦，嗯。怎么越做感觉越怪？算了算了，相信大家猜得出来。不对称，我猜不出来。不，这样就可以了啦。你后面的是我，你不要这样。可以啦。不行吧？而且这题目有点符合我个人的平常会做的事情。我只有点盖的东西的天赋，没有点拆的东西的天赋啊，有点麻烦。哎呦，脚都没点了怎么办？对啊，要多久？要，哎，反正痛嘛，对不对？这一看就知道什么了。所以那拱不可以自定义哦。哎呀哎呀，没有对称哎，怎么办啊？我要冲沙粉，没关系，哈记没有玩。对，这样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哦，有像，哎，很棒。我等下修改。好，我等下修一下。嘿，这样。我有，哦有哎、欸，吓死我！痛，有哎、欸，痛。然后你可以放一个告示牌，然后在上面打字。哦，对呢。这样啊，什么意思？可以。这样。哎、欸，那应该很像了吧？我用漂亮的指甲彩绘。指甲彩。哦，有哎、欸！哇！什么东西要怎么做？哦，告示牌，然后打字。哦，站在告示牌上点它哦。对。哪里有告示牌啊？就拿随便一个告示牌，然后在上面打字哦，然后再拿书。你妈超棒！
应该太大了吧？这样，这是我指定的，好吧？新的方块。你要看除错棒吗？除错棒，大蓝可以用吗？好，这样可以啊，这样可以啊。好酷哦！还长出来？哎，没有哎，要怎么用？我一直想玩这个。就你那告示牌打打好啊，然后要放出来吗？对，放出来，然后站在那一格。哦，要站在那一格哦。不行，太怪了。告示牌。站在这一格。哇，可以哦。哎，可恶。